比如说，可能如果说一般的正，就是说，许先生，你可以试试看吗？这，许先生，你不要再凶我，胸在太夸张了，好厉害哦！ 麦克风给他，他的胸跟臀部一样大吧？跟我的臀部，所以你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穿的衣服，你会觉得你很被埋没吗？就你很希望把衣服扯开过马路，是不是？太引人侧目哈！不要引人侧目。你现在还是银行员吗？对，我在银行工作。你还在银行工作？对，我是保险箱的门吗？我在保险箱工作，对。 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保险单位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管保险箱。对，就是你进去看你的保险箱内容的时候，他要监护你，对。对，之前新闻有来采访过。那我要把钱存在内袋里吗？你太认真了。真的吗？因为有他这种人保护，你不觉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很自恋，他应该只是在照镜子。没有空管你在保险箱放什么。你觉得许先生的胸围跟肚皮吴老师的胸围，谁比较厉害？ 如果是维度，应该是我比较大。你多少？46。老师呢？维度了。就是维的，跟罩杯无关。郭老师呢？啊？你上围多少？这个应该很难比吧？输了，对不对？我应该输他吧。可是许先生，你罩杯是什么？因为你这是可以有。 这需要罩杯，应该是有吸吧？有吸吗？应该是有。那佳琪呢？佳琪应该 B 吧？对啊，我跟他差不多。屁嘞，你跟他差很多，差不多小 C， 他比我大。OK。可是郭老师有说，如果罩杯的话，他就应许先生。对。那你们俩要一起跳动吗？肚皮舞有跳动那个动作吗？这边好像有一些。跳跳，一下。 哇！哇！你怎么弄的？转圈呢？一般表演是这样子的。Oh my god！哦，你是用哪里的力量在动它了？就是你练久，你就会控制你的肌肉束啊。怎么拉？左边拉，左边。哇！怎么弄的？所以我可以请他停在半路吗？不要一直拉到底。可以啊。拉到一半。Oh my god！下来。再回去。啊！我们要把这个加入开幕式表演。 他们俩可以比赛速度吗？就看谁先到终点。郭老师在用肚皮跟他拼了。肚皮是可以跟他。郭老师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可以，但是用肚子。你的肚子是上去停住。哦，下来，上去。哦，大家都好奇怪。你觉得我如果把胸部肌肉那一招练会的话，对婚姻会有帮助吗？<笑> 有，我觉得有，所以我要练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一定要练，赶快把那个许先生带回去教你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厉害。接下来是扯铃，我们也加油。